其实我们的碧虹呢，默默的做了很多。其实男人就是这样子的，不是用嘴巴去说，而是用行动来表示。来，我们稍微往前一点点，来，我们稍微往中间站一点点，好不好？来，稍微往中间，先拥抱一下。预告庆祝我们的小婷生日快乐以外呢，当然的，我们的碧虹有一些话想要说，可以给我一支麦克风吗？谢谢。好，来，先给我一支麦克风，谢谢。OK， 好，来给我们的新郎就对了。那当然的，我们的小婷是不是一直？有一些话想说，为什么我们的碧虹都没有表示？所以呢，他不是没有表示，他只是想要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时刻，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呢，用行动来表示说给你听。我们要先成高贵姿了吗？好，来，请面对你的新娘子。其实呢，想要送上的是这个真爱之戒。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了，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老婆说的？老婆，废话不多说，我爱你。哇哦！谢谢，来，我们起来，起来。这边的话呢，麦克风我来帮你拿了，共同来照张相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这边，请看我们的摄影师，来，一二三，最甜蜜的，这边也看一下 ，OK， 好，来，这边我先帮你收起来了。那现在呢，换你拿上这个代表爱与勇气的幸福之刀，来为你的生日蛋糕画下幸福的一刀。这个惊喜呢，是我们碧虹呢默默准备了很久。其实他跟我讲了很久，他一直很怕小婷会发现，所以呢，我们一直默默的进行这件事情。有惊喜到吗？回家好好的可以聊一番了。好，来这边的话呢，就请我们。